嘅 second half 咧，繼續有我 Sam 哥咧就同我嘅靚女嘉賓 Louisa 繼續分享啊依、這個人生嘅種種嘅問題，特別係依個深度同埋一個尋找嘅問題啊。咁我繼續同阿 Louisa 傾啊。咁啊上一集咧就傾到啊 Louisa 中意玩嗰啲 technical diving 技術潛水，咁啊非常之有深度，因為咧其實就係要喺個深度出發。咁啊甚至你更加要觀潛嘅就係做一啲洞穴潛。或者係啲沉船潛，咁都要同啲觀眾講講，依兩種嘅潛水咧都有具一定性嘅即係危險㗎，咁亦都有啲意外產生過，好病啦。咁但係咧 ，Louis 一啲都唔驚，佢仲係即係擔當住一個角色，希望將呢種咁高風險嘅潛水技術係向每一個學生咧去分享，希望佢哋喺發展之餘咧，定注意安全，如果係出現咗意外。咁我講翻啦，咁你喺個 paddle diving 裏面咁啊，睇嘢睇得多啦，啲洞穴潛。咁啊，有啲沉船潛，即係探險又好，尋寶又好，想攞啲嘢好。其實你想揾到啲咩咧？喺嗰啲地方。其實我想探索下大自然嘅世界係點，我想親眼落去，即係睇到係咩嘅一回事，而唔係揭開本書見到人影一啲嘢就係咁樣。因為我係一個中意體驗每一樣事物嘅人嚟嘅，咁所以就潛水俾到我一個真係可以挑戰自己啦。同埋都可以係即係接觸到大自然啦，咁所以係即係好緊密嗰只咯。咁其實嗱，你喺水底裏面咧，你絕對會比較清晰嘅，因為起碼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用一條導航繩帶到你入去嗰、那個即係啲好崎嶇、好複雜嘅洞穴裏面，甚至一架沉船裏面，因為其實好多位咧都係都你係冇人知，亦都可能有危險性。咁咧，你人生方面啊，究竟你會唔會覺得有時候啲迷失咧？一定會啦，一定會啦，同年紀嘅時間。即係會經歷唔同嘅嘢啦，即係例如好似廿零歲嘅時候，咁即係懵成成啦，佢就咁咁然之後到即係可能到咗三字頭嘅時候，又會擔心啊，會即係可能啊年紀大咯喎，會唔會啊唔靚咯喎，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即係好繁華嘅嘢，同埋當你細嘅時即係年紀細嘅時候，你好多空間去犯錯，所以你可以不停去學習。但當你去到例如即係三十歲啊，或者更加即係大嘅時候，其實你應該 suppose 你係要 ready 咗自己去做一啲嘢，你係唔可以再話哎呀唔好意思啊，我唔知教，你即係唔可以再出現嘅。所以咧，你就喺個即係潛水裏面咧，就一定要做到最專業，同埋係做到咧係可以係咪可以 control 到嗰個感覺咧？啊，即係譬如你喺呢啲咁嘅咁高技術性嘅潛水，但其實咧就出錯咧就唔係可以經常去到發生嘅。同埋特別係呢啲即係咁高挑戰性嘅潛水項目咧，其實我好中意嗰種感覺，係你完全可以掌握到，真係有條繩可以幫你帶佢哋睇嘅地方，同埋走出嚟係唔會迷路，會產生任何變化。但相反，人生嗰方面你係掌握唔到，所以你係咪追求呢種感覺咧？喺學技術潛水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好多好多嘅訓練嘅。咁你話如果好好玩但係死緊，咁我一定去啦。咁我係完全計好曬數啦，掌握到，亦都係知道曬成個 plan A、plan B， 咁個即係個 contingency 係點樣，即係啲咩突發事件嘅時候係要點做。咁或者係洞潛嘅時間，我喺個洞嘅出邊開始拉個繩咯，咁然之後可能隔十米，咁就揾一個。一個好 stand 嘅安全嘅位置，再撬一撬個繩咯。咁入到去直至你要停嗰個地方，係啦。咁然之後到你走嘅時候，你就收翻繩碌出翻嚟。所以你係嗰一條嘅我哋叫即係我哋叫撬繩碌啦，係你嘅救命嘅一個嘅安全嘅一個設施嚟嘅。係嚇。咁有時咧，即係的確依賴呢啲咁嘅物件咧，就仲穩陣，就依賴你其中一個即係話特異嘅。咁始終呢啲嘢你一定絕對會 control 到，絕對會犯錯。但除咗你話去可以去摸索一條路 ，OK， 佢嚟你征服咗佢，識得入翻嚟出翻嚟，或者去到啲沉船啊，即係個船艙俾你睇啦。我相信你唔係諗住攞走啲嘢嘅。咁但係你仲睇到啲咩生物咧？你覺得喺呢啲生物裏面，你最中意邊一種嘅海洋生物咧？因為我希望藉住啲海洋生物咧，可以估到你嘅心理，係啊。你可以話俾我聽，你嗰種問題，你最中意邊種？我俾你揀一種魚，或者海洋生物。如果真係要揀，我就揀摩拉摩拉 sunfish。That's why 我改自己個花名。睇下身體嘅真相。諗個估計咧，阿 Louis 揀一種魚咧，其實真係都可以反映到嘅。嗱，唔好話我喺度吹水，因為其實呢種魚咧，我咧就真係未肉眼見過。咁其實呢種魚咧係叫番茄㗎，係啊，或者直接叫太陽魚啦 ，sunfish。係啊。
即係最少三至五百米嗰啲地方生長。咁但係今年咧，例如七八九月啦，咁因為由於佢哋長時間喺個深海嗰度生長咧，佢哋嘅身體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寄生蟲，咁佢哋就會喺七八九至十月嘅時間咧，就去翻例如淺水少少啦，三四十米，咁啊去到一啲我哋叫做叫做 cleaning station， 咁啊啲魚仔咧就會幫佢啄走曬身體嗰啲寄生蟲啦。果然我都覺得你揀呢種魚作為你嘅摯愛咧係好合理喎，一來你啊就係好似。sunfish 咁特別啦，係咪？都好罕有㗎，好似唔識到咁嘅女咧，咁靚女又可以喺潛水方面係最緊要咧，實在令到好多男士嘅潛水員咧都係即刻借鏡。咁啊，加上係好和平嘅呢種魚，係咪？同埋好有深度啦，好似你咁啦，即係一啲都唔灰錢啦，同你傾偈。咁亦都係真係係完全係同個大自然咧係好協調嘅，好似好似你咁啦，好尊重大自然。不會主動去破壞，咁啊相反就只會去好被動咁咧，直接啲寄生蟲咧幫自己清潔自己身體。咁我覺得呢種魚咧同你 exactly 一樣。即係其實西哥你好犀利啊！即係你完全估中曬。係。即係點解我咁中意呢個魚，仲要講埋即係個筆名啦，即係網名啦。即係就因為咧呢種魚平時佢就即係多數都係喺深海嗰度匿埋啦，好似我咁啦。咁所以冇咁熟，其實冇乜事，我都好少話會出街啊或者應酬啊。咁我多謝你咧，嗱咁我陣間。